个月，六月，整个六月，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都一样在这边。其实七点十五分啊，他就是因为七点其实有很多人刚下班过来会比较赶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七点十五分开始播放影片。那接下来两个礼拜都是跟缅甸有关的片子，跟缅甸泰缅边境的移民移工，或者好就是移民移工有关。那接下来两个礼拜都是导演本人会来这边参与座谈。那五六日都会有活动，那下礼拜日的下礼拜我可以帮你宣传一下，下礼拜日的讲座是玛丽莲，然后她是在浩然基金会的国际志愿者，对对，是这个计划里面，是她在整个泰国缅甸有非常扎实的田野经验，那她是下礼拜日的讲者。那下礼拜六的讲者是赖树胜，等一下有他的书，大家等一下去看一下，这样。哦，之后就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脸书。那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网站还在架设，因为有非常多技术性的问题，所以会尽快把它做出来，让大家不用上脸书，也可以得到我们的资讯。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这边那么热。